换取的，而且它这一代它更特别，就是有所谓的 HDMI 的灯具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侧刚刚是微软的 Mac 第二次。我是会玩一点，因为你买一个，因为买一个我是不会玩的。好，谢谢。我买的，你要买的话，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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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